妈妈的比赛就开始了，蓝色这张牌就是咱们一战的，红色这张牌就是全蓝 P。看一下观众支持率，咱们一这边是59%，就战胜了对面41%。但是在夏季联赛交手胜利，双方是各50%，在联赛历史交手胜率 P 只有11%。就是说，除了上一周的话，其他时间段都打的都是战胜了，在春季赛里面，对4场全败。哦。哎，三一集团也很猛啊！这边可以看到 W 这边一集团5个人都很猛。哎，是的，特别是这个辅助稻草人，因为不用担心啊、打野的时候，就是说是因为打野要学 W 嘛，所以说他可以安安心心做了辅助，可以直接去学一技能。对，机器人他这个代打团的时候太强了，双方想法是一样的。对，这里的话，哎，有眼看到了。距离还有30秒到达战场，也对吧？而且这边60秒里，60秒里也是消失。尸体好像马上出来吗？还是已经拔掉了？啊，我们可以注意到这边的凯南的化石直接是带了一个大红药，这是打算前期就要把这个绿桑州给压死的节奏。是的。他这边的话还是比较警觉，是的，这野味是看到的近。哦，如果你想红开的话，可能要付出比较大的一个代价。全军出击！哦，没有走。这里这样三个人应该是要抢掉盲夫这边的一个红 buff。 哎，这里的话竟选择了蓝开吗？这边直接蓝开，而且对在就是说是 W 这边红 buff 的这个野味，如果看到一直没人去打的，就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打的话，可能可以猜到对方的未来护环 buff。 是的，因为一直都没有看到对方的人。哎，这里的话自己人拿这边一个红，很聪明。稻草的话，这边是需要应该学 W 来这样一个扛吗？没有，学的是 E。 你看一下 LE 的情况就知道了。但刚才那个眼正好消失了，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他们打红的这一幕。哎，今天晚上你们要干什么？今晚上有这个明星联合队对阵 TJ 主播队，大家可以登录到 tj.pro.cn， 也可以在我的旁边收看直播。我欢迎是 star.tj.pro.cn/288。哎，感觉他打完这个大马不怎么杀，是的。恍然大悟，288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好看比赛。这边的话，我感觉小马双方拿手有点亏。
如果有点燃的话，肯定是不敢的。
如卡这边的话，他们就能够把对方困在塔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点。但是呢，我们这边的话，刚刚一波是拿到一个人头，不然的话他出这个350，没拿到人头的话，全都给狗熊拿了，就太伤了。对，真亏。我跟这边想看一下，但是这里有一个视野。我们这边的话是直接是打算配合赛恩，直接是打算越塔强杀。应该这个想法，想直接把下路打崩。是，而且这一关键是没有眼位能够看出他们两个的这样一个动向。是的，这一波下路来了，如果说这一波被抓到一个双杀的话，那下路的塔肯定也不好，来了强杀，背一下，然后逃脱塔的攻击范围。还好只杀到一个，确实不会去只能杀到一个，毕竟在前期这个等级不高，但是你这一波强来的话，那结在中路推线肯定是推得很爽啊。是的，果然，对啊，这一波的支援能不能够真正起到效果？我分过来。一面给一个一，闪现过来，闪现过来，这就是毛，造船力有5级。这个毛哥的闪现是不是加有点太急了？如果你有红 buff 能够粘住的话，我觉得这一家还可以。是的，他没有 buff， 这个闪现加过来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是的，这边卡奶油先打了6级，那就兵线比较靠近，如果是比较靠后的话，那这一波的话是能够顺势压一压压住卡奶。这边打了一套，一套组上路被压惨了，只有23个刀。是的，刚刚那一波明显的话想要有就是秒力上路。是的，你上路依然没有到6。是这边的话，它的等级和补刀数量都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哎，咱就这点，咱兵线推好了之后，就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看看能不能支援。对。而中路来说的话，两边的这样一个补刀情况是差不了太多。ADC 方面，老鼠这里反而领先一点。这关是确实。赛恩这边清线实在太方便了，别人可能都要说两三个技能，他一个技能就能清完了。这个是要打龙了，但是这波是有眼的，自己有真眼吗？没有。这边眼位的话，这个时间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的。这边赛恩和狗熊。一大炮全部在箭外，大炮虽然没有6级，但在这个人堆当中，他的一个一技能还是很重要的。
话。但女警这边选择不点了。接招的闪现非常的果断，太果断了。但被狗熊 Q 到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交闪现也没用。这样的话是一个闪现换掉一条小龙啊，那还是很赚，是赚的赚的赚的，肯定赚的。但你们李昌国上午真的是日子非常的不好过。但是铁打犯人真的他蛮难秒到犯人的，但这边铁也不停的刷进去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犯人的话只抓一个视野空档，想看看铁的走位。哎呀，如果我一不小心的话会被耗一波，你想想看，铁打犯人接一个大招，翻一个 Q， 开一个盾，接不大招就没有伤害。直接把草莓大树开始一个大招。哎，那这边的话，能不能够分摊伤害？直接天塔下漂亮。这一下进的这个大招，交了很多的。如果这边的话不是踢到塔下的话，说不定这一波立方就很有可能被草莓给换掉，对，直接被反杀很有可能，因为刚才的血量其实就差一下普攻或者越来 Q 了。但这边虽然说立方就有可能被换掉，但草莓自己肯定也是死了，对。人头稍微的往回确立一点，不过是人员是找绿一针的2600块。抓住了一个对方的一个视野盲区。是的，老鼠这边果断的是卖掉了，直接开 Q， 不然的话自己也危险。两个六级的大招配合非常的配合，这个女警一个狙，哎，闪现，哎，闪现，飞了起来，想换一下飞。这边盲僧不啊，盲僧的位置差了一些，这边结怪，三这边 WCD 拿好了，反了一个盾。啊，地危险地这边的话没有闪现啊，被盲僧哦，漂亮这个。直接闪现过墙，强行拿到了盲僧的人头。这边刚应该是他 Q 技能直接是 Q 过墙，Q 的野怪。对。我说是狗熊闪现，是的，是的。看来这边李昌国53个刀，只落后了凯南10个，但人头上有所领先。这一下的这一把的话，这进的这一次啊，选择有点不理智，对，不应该上是。如果你能够提早一点的话，我觉得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盲僧的飘，你血越少伤害越高嘛。但是刚才你没有提到的话，你 W 上去没有意义。刚刚那 CD 明显是等你已经自然踢上去，对方的 WCD 已经好了，是吧？而刚才的话，其实是有一个闪现的，先是打脸，啊，这个话是李昌国过来，李昌
出了闪现。就可能刚才那个血量看起来真的挺诱人的，是的，但是塞恩这个英雄是出了名的，我现在这边有这个盾很难打动他。而这边刚立三折的话，这一波又是没有大招，如果大招的话，就算不再用大招上去，大招稻草人也可以，稻草人交大招的话感觉又来不及，因为立三折这大招的瞬发实在太快了，对，能杀一个杀一个吗？出去的每一个人头都是值钱而且有用的，是的。好，这样的话皮卡开始疯狂的蔓延，这才是真的三角眼。这个眼是有一个眼是刚才毛峰卡毛峰插的吗？好，来反蓝，但这个时间段的话，蓝 buff 应该还是差一些时间的。哎，毛峰踢了一脚三郎，但是感觉闻到了什么，不是踢了三郎，他家视野吧，觉得这边还在这边蹲着。然后有这样一个四百宝剑的不会拉出来的，再打一波。还没下路兵线到了，在三点。哎，这里看到了个球，看一下有没有想法，想过来排这个阵营啊，大爷。自己人不够啊，人不够就算了。再有三人有稻草人，确实在排野情况下，哎，这边直接一个 QQ 的稻草人直接闪现过来，把人家来了一个红线，被统治了。稻草人这个恐惧降的非常的及时，闪现过去以后，发现自己啥都干不了。非常的冷静，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卷毛这边的话还是有着这样一个闪现的，是的，他就是说我知道你要闪现过来踢我，等你闪现过来我再用这样一个工具。总感觉今天静怡有一点不冷静啊，对，有点冲动。哎，老鼠这边受到一点伤害，但是无所谓。现在这个坦然仗着自己补刀多，有点压着离桑卓打的感觉了。而中路这边的话，卡的血量也是渐渐被消耗光的呀。现在本来防御塔就有一个劣势，如果中路塔再被推掉的话，那接下来就非常的难过了。诺岛这里就会完全控制霹雳区。我们可以注意到的话，就是霹雳这边啊，仅仅只有上路立方国。这边的发育相对来说好，因为毕竟拿到两个人头。这边的话，中路塔应该稍微点掉了。点塔实在太快了。好的，这边没有第三组加入团战的话，感觉气来说是确实不敢打。没有足够的输出，像对面的控制，对，像对面狗熊啊、赛恩啊，有盾有被动，
而像稻草街的话又会躲在后面阴着。嗯，你香港女警的话不太现实。是的。好、哦、抢了这个蓝。那现在小龙那个翻译时间还剩下40几秒。